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答疑宝宝炸讲堂。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我是主持人小果。洗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很多人都有一天洗一次头的习惯。那么，究竟是早上洗头比较好，还是晚上洗头比较合适呢？早上起床洗头有一些潜在的危害，如果自己不去注意，就会招来麻烦。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早上用冷水洗脸，然后也用冷水洗头，这肯定是不可取的，因为冷水对头皮的刺激太大，会造成血管收缩，这对于头皮血供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如果大家执意要早上起床后洗头，那么给大家的建议是最好用温水洗头，这样的水温最贴近头皮，而且也不会给血管带来影响。一般来说，早上9到10点钟洗头是最合适的。还有的人喜欢在睡前洗头，其实这样做也不可取。为什么不宜在睡前洗头呢？这是因为入睡前洗头会对头皮造成刺激，甚至会引发神经的兴奋。这样一来，不仅会导致头皮过度兴奋，还会影响人的睡眠。建议大家，如果要晚上洗头，建议在睡前2小时进行，留给头发充分变干的时间。如果大家要保持头皮的健康，同时也想保持头皮的干净柔顺，其实在下午洗头是最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的身体处于代谢的旺盛阶段，这个时候洗头不会给身体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还能够提神醒脑，所以对于健康也会有益无害。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或到下面评论区留言。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